华侨文教中心的吴主任，谢谢。苏尚杰副主任，好，您来。朱改生议员也还没到下啊，好。林秋莲啊，那个林美莲啊，侨务委员，由我们的侨务咨询委员林美莲，由我们北加州中华旗裔联合会前会长、现任顾问啊，目前也是侨务咨询委员的郑基生郑大哥，我们中华旗裔联合会前会长啊，咨询委员也是现任的咨询委员。我们的金大哥，我们的创会大会长金大哥金永南，啊，是不是还有徐秋龙？哎，对，秋龙啊，啊，还有我们中华民国侨务促进委员徐秋龙女士，谢谢。还有一位呢，可能春粉娘不认识啊，是在我们湾区非常非常有名，大家知道 Newsy。啊，这个产品是大家都喜欢的，我们女生最喜欢的啦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赚钱赚很多的。代表人物，周老秋，周大哥，谢谢。很难得啊，很难得。周大哥很少出门的，他很少出现的。谢谢。我要补充一下，因为当初创立的时候呢，他捐了我们其实很多很多的好东西，谢谢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。中华侨务顾问黄凯琪，还有黄凯琪的父亲黄忠黄老先生，还有中兴大学校友会的理事长曾丽香夫妇，还有我的老公是核能专家赵家从赵博士，请你挥挥手，他现在正在跟大家照相啊。还有在十九桌，还有金年来金大哥的好朋友，也是李立群基金会的代表赵婉如女士，以及他的夫婿赵继谦先生，谢谢他们。那么我要接下来要介绍在第十一桌也有几位好朋友，也是非常热心的。我们先介绍。